表会。首先，我们先请四小为我们带来的成果发表。他们抽到的语言是日文，人物是咸蛋超人，事件是在车上补妆紧急刹车。请五小准备。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ヨハンです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四小。バスで在公车上。七月六日的下午，位于台中四小公车。いい子な、ここ乖。今日もしかり。やってくれてね、ありがとう。今天也要好好为我指引方向哦。超人也要漂漂亮亮的，希望宝宝可以安全出生。各位乘客要小心哦。下一站，中科时钟站。此时公车上一片混乱，也乱了狗狗的思绪。你饿了吗？那我们来吃晚餐吧。公车上虽然恢复和平，但此时大家却未察觉车上的一名乘客是新闻热门话题 ISIS 组织内部的成员。从此公车上的人人间蒸发。小队，站台鞠躬。大家都坐好。